天又是星期六，那个一个人来的，然后来的是 Sunset Beach， 然后今天的话是天气有点凉，然后多云，阴天了，然后天气预报说呢，那个浪会有可能会有点浪，然后预报说要注意一下。然后上次我那个上次我们去那个 Blues Beach， 然后我就说嘛，那个这几次我不打算录了，就直接冲，好好的冲，所以的话也就是冲之前录一下说一下。然后因为录的时候确实会影响冲。是不是已经没有小朋友愿意来了呀？啊？是不是已经没有小朋友愿意来了？他对有，其实他那天来还挺好，但是他昨天跟那个别的小孩玩，他今天想跟他去玩，然后那我就不勉强了。不是因为冷哈？啊？不是因为冷。他主要是一个是没伴。对，然后确实是，对呀、啊，如果有伴玩着玩着，像上次他玩到后面还挺开心的嘛。只是那边浪有点大。等他能够在这个板上站起来，就更开心。对，慢慢来。你又在录啊？就那个刚才说了两句，说不那个冲的时候不录嘛。哦。所以就冲前。我帮你录，没事。当然我不录了，录啥？也录不到那么远。我有望远镜吗？再说录，等充好了再录就好了。哎，你这个鞋是后来买的是吧？我就一双，我没有别的。你一直是这个鞋吗？一直这个。你觉得好用吗？至少那个你看全包住了嘛。啊，就水不会进去是吧？会进啊。还是会进、啊。但进它也一样嘛，跟这个一样会暖嘛，是水不冷。嗯。然后。还好，你这是什么牌子？那个欧什么？欧尼尔。欧尼尔。啊 ，OK， 好，我也换一下，我这已经穿坏了，已经戳好多洞出来了。我是想买个轻便的，这种方便踩上去，就是。这个也还好，它不会太难，还是衣服麻烦一点。衣服的话。我这个好，因为有拉链。对，我也要换一个这个拉链。薄的就不太可能有拉链，有拉链等于更就没有那种薄的效果，复杂了。我的也被那个扎过的，也是弄裂了。那个家伙 Green 的那么厚的都被切开了，我又被扎了一次嘛，后来扎了一次，但是没有甩掉了吗？对，甩掉了嘛，他就在我脚上的时候，我一感觉到被扎，呱一蹬，我也是能甩掉，那是太厉害了。就挂，他的那个是有倒刺的，就挂着我的肉甩出去的。哦，是勾掉了一块肉。对啊，我看着他的嘛，我看着他。但那个，是不是他那个毒液没进去啊？所以你没有那么，你还能冲？没有，他扎的他很小，那个只有这么大，所以他就没有毒嘛。小的有毒啊，也有毒啊。不，我就是说他可能要进去一定的深度，哦、刚刚扎到我对才会有毒。因为我已经有经验了嘛。对，没毒。第一次被扎，他妈的扎的。有毒的话就肯定很痛，他就是主要是毒。痛也是痛，但是呢，因为浅。还是有毒。因为浅，所以他刚扎进去，我就一脚一甩，然后他就最后我看到他从我这里甩出去了嘛，就是他还是勾住我的，不过我力量比较大，一甩他就飞出去了。的水。就好了，好了，冲吧。这个浪很不一样，感觉跟起来的快，睡掉也快。他这个时候上才行。他这个一起来。这个还慢的，这个还挺慢的，你看这个很慢，这个就没起来，它就没，哎，这个你看很奇怪，你看，这个刚才这个可以，
它这个就是沙已经被冲了一个坑了，就那个浪就拍得特别狠，就特别短，那下面一个坑就像那个 push， 对，就跟那个那边是 Bruce 那边是有点像是这个时候，但那边是太小，来来来来，抓到没有？哎，没力，没力就不行。哎哎，好嘞。再来一轮啊！看来今天就要这样无奈的收场了。天，浪其实不错，其实最关键还是基本功不太好，所以的话还是得慢慢。把基础打好，得坚持练，至少一周一次。没办法，一周两次的话，一周一次的话还是要坚持。希望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吧。通过这段时间痛苦之后，会有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。